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耀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一分钟看什么。今天带大家回顾刚结束的魔母地狱级罪孽欲望的图腾。这个关卡和五峰灾厄一样，限制队伍里只有单一种族才能进关。如果有亲自打过一次的观众朋友，应该不难发现，这整关就是要输服给刚潜能解放的潘朵拉。尤其成就设定更为明显，关卡整关都有20C 的部分不提，还有20火攻盾、满板盾等等。王冠二血更是考验你的队伍能不能把5C 变成20C， 不然这三个盾分开解，基本上对于当前一线不难，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噩梦。通关队伍数是来到109组，比上个开招扣 50% 的地狱级又少了很多。通关队伍从一开始就是近代比较常见的队长了，可以看到莎士比亚成为了神族全新的副队长大腿。再往下还可以看到年度黑金打了一个二卡通关，猎人合作的西索也好久没看到，假面骑士和拿刀的小孩依旧有持续输出，妖精除了潘朵拉之外也还有不少通关队伍，大家一样可以稍微参考。出场统计这边第一名又是美少女战士，我以为20火攻盾会让恐龙王、潘朵拉、小魔女之类的直接变第一，没想到美少女地位依旧屹立不摇。第二名的西兹克利夫是可以利用羁绊来追打十下火，我一样会把表格放在下方留言处，大家有兴趣就进来逛逛吧。OK， 以上是今天一分钟看什么，大家对于地狱级还有什么想法，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